此际，马来西亚分会实业家团队移交手提电脑给槟城学校的行动接近尾声，最后一站来到槟华中学、协和中学和菩提中学。我们有这个责任是去跟他们 follow up， 然后去给他们关怀，然后看他们接下来还有什么需要，不是说给了就算了，就 make sure 他们make good use of it 这样子，然后希望说他们有任何的帮忙告诉我们，然后我们能做到，我们都尽量满足给他们。谢谢你们呢，给协助了学校，让学校的学生，更多的学生呢，可以好好的学习，认真的学习。我们很放心，这一次的电脑就是如果有 technical problem 的话，都有一个团队在帮学生解决，就是我们老师不用去担心这一门的问题。有了你们慈济的这个 laptop 呢，他们能够用那个画面就更大，所以他们上网课的时候呢，就会比较清楚，比较舒服。所以我真的衷心的感恩慈济的这个善举。实业家善尽社会责任，帮助青海学子一起走过疫情中的学习路。大爱新闻陈敏、蔡迪根，马来西亚报道。